我说你这个人走路怎么不半路的呀？哎呀，撞到我屁股了！哎呀，对不起啊！哎呦，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没撞到你的屁股上，哎呀，好痛啊！美女啊，我也没有注意到你会突然停下来啊！哎呀，我刚才的这个水啊，我一激动你就撞到我了啊！你眼睛长哪里去了啊？你这个愣头青，真的是的，气死我了你啊！我不是故意的啊，只是对不起啊。哎呀，你跟我说对不起没用啊！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啊，感觉我屁股都肿了。哎呀，那么夸张吧？哎呀，没有长在你那里，你当然不知道疼啊！哎呀，现在隐隐作痛了、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感觉大了这么多啊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我感觉怎么有什么内疚啊？哪里还没有？你看那么尖呐、啊，戳到我，像打针一样啊，比打针还要痛啊！哎、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啊。我跟你说，既然你撞到了我，你就要负责。哎呀，美女，怎么负责？赔钱啊？怎么负责啊？赔钱啊？当然了。我没有钱了吗？没钱啊？是啊。哎呀，啊，你没钱，你是耍赖吗？啊，你耍流氓啊？啊？又不行了啊。赔你20块钱啊？什么？我三家就是20块钱啊？20块？你打算几个人啊？我跟你说，不行啊！怎么说要2000块钱？我要去医院做个 B 超啊，做个心电图啊，这些不用费用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还没结婚呢、啊，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。要是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啊，你负责得起吗？啊？哎呀，2000块啊！对。2000块，我2年工资我也赚不到2000块钱啊！哎呀，那是你的问题，我不管，不管你借也好，抢也好，你要给我拿2000块钱来，不然的话，你今天你就别走。哎呀，美女、啊，哎呀，干嘛？你偷看我？哎、美女，我看你好像你没有走呀、啊？哪里没走？哎呀，说不定啊，都黑了这么大一块啦！要不这样吧？哎呦，我以前也是学过一点中医的啊。啊？要不去我家，我帮你拿我那个药酒，帮你涂一下就可以了啊。哎呀，我可是啊冰清玉洁的，你涂药酒能行吗？啊，一是涂了有什么副作用的话啊？让我以后生不了孩子，你负责得起吗？啊，还钱你都赔不起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不会相信你这种人啊！拿钱来才是正道。哎呀，那个药酒还管用个？去医院检查？我不管。再说了，去医院检查也不用那么多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么多借口，我看你分明是想耍流氓，想看我屁股吧？啊，涂药酒。真的是的，没有了，不行，没有那个意思啊，美女，我实在是拿不出2000块钱呢、啊。哎呦，可是我越来越痛了、啊，感到都流血了、啊，哎呦，真的，没有你想象说的那么严重啊。你不相信啊？啊，没有那么严重，要不要我给你看一下？不用了。哎呦，不用了就拿钱了。说你妈说的，实在是没有钱了，美女，你把我卖了，我也不值2000块钱了。卖了啊？那你没钱对不对？你家人呢？叫他们拿钱来呀！实话跟你说吧啊，我从小是就是一个孤儿来的啊。孤儿？对啊，我也是小孤儿，我老爸老妈是60岁的时候把我从那个孤儿院领回来了。他们现在早就过世了啊！哎、我已经是受孤儿，已经10几年了。你别跟我打这种感情牌。可是你今天的确是撞到了我，而且现在屁股啊一边大一边小了。你说怎么办？没钱啊？难道就这么算了吗？我跟你说对不起了。对不起没用啊！没用，那我没有钱呢。嗯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在家里面。干一点那个农活，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百块钱。干农活？对呀、啊。
打一下那零工。哎呀，结婚了没有？还没有结婚呢。没结婚呢？对呀、啊。嗯，看你肌肉还是挺结实的吧。哎呀，种活能不能干？今天你是干那个种活，种活是可以干吗？可以干是吗？哎呀，既然你说没钱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我跟你说了吧。啊。我呢，也是单身的。我是个，哎呀，富二代呀、啊，就是想找一个上门女婿啊。就是上门的那种老公，你愿不愿意啊？啊，这样不行吧？怎么不行啊？啊，你赚到了又没钱啊？你就想就要这样子结束吗？不然的话，我报警啊，看你还怎么做你。真的是了。再说了，你长得那么漂亮，是不是我也配不上你啊？我当然知道你配不上我啊，我配得上你就行了吗？真的是的，我跟你说，我家里面啊，种了那个什么呀？20几亩那个甘蔗，还有100亩的那个玉米，还有啊200亩那个香蕉，就是这些活啊都没人干的，还有那个田呢、啊，啊500亩，就是这样子。哎呀，你就做我男朋友行不行？不行不行。哎，不行啊，不行就没钱，哎，沈一，没有钱呐、啊，没钱那你就。当我男朋友啊，能不能找个第二个啊？我就看上你了啊！虽然你长得不是很高，可是长得结实，身强力壮的，能干活。像我家那个田啊，需要人来耕，那些活啊也需要人来干。你啊，合适，很合适。你合适，我不合适啊！你到时候跟我结婚了，到时候你长得那么漂亮，我不踏实啊！你不踏实，有什么不踏实的啊？啊，那么漂亮，人家来找你，找我？哎呀，说说的是不是？人家找我是我有本事，对不对？不过你的担心我也可以理解，只要你啊乖乖的听话，帮我干活做事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而且啊，但要是结婚的话，我也会忠心耿耿的，放心好了。虽然我之前谈过999个男朋友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联系了。怎么样？行不行？不行就去派出所。哎，哎，不就去派出所啊？不去，不去，那你愿不愿意啊？做我那个上门的老公。哎呀，那我勉为其难了，就愿意吧。我跟你说，我看上啊，是你早孕了，小子啊！就你这个样子，现在男多女少，你想娶一个像我这样的子，这样子的你啊？门都没有啊！我跟你说，根本就不可能，说不定你还光棍一辈子呢，对不对？那好吧。那好了，那我现在我就带你去我家了吧。啊啊，走了，不用钱了。